新的 vlog 开始啦。今天呢，我们要开启的是，我要开启一个南京接待团模式。因为上次大家在成都 vlog 里见过的我姐，他们一家四口分之三要来，他们是我姐、我姐夫要来，然后还有两个宝宝嘛，因为小的太小了，现在他们会带老大来。老大你知道，就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有那么几年我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孩子。然后呢，我老公一直提醒我，人家有爸妈，人家有父母，你不是他妈。然后我就就是我对他的老大，就是那种我感觉把我对自己孩子的心用在他身上。然后呢，现在也有一段时间没见了，然后他也很想念我，正好放暑假嘛，来南京玩一玩，他们今天就要来了。然后现在是下午的2:30，我大概3:30出门，他们的飞机大概是4:30到5:00之间到，然后去接上他，就开始南京导游模式啦。那我现在就开始化妆准备了。Hello， 我们已经出发啦，在到机场的路上，现在就要去接他们两个和我的小外甥女啦。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love what we want. We can kiss who we want, we can screw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你看这四个狗尾巴团，真的超级好。好的，那我们逛逛这个小公园好吗？Red cousin sweaty bodies everywhere. Hands in the air.Cause we gonna go all n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Alright. We like to party, dancing with Molly, doing whatever we want. This is our house. 我们现在在这个公园逛一逛，就是看看荷花池，吸吸氧，还有蝴蝶，还有垂杨柳。很像的一座桥，然后桥对面也有一座亭子，我们要在桥上或在亭子内观察荷花池里的景象。哇，你看上面有莲蓬，荷叶有些是卷的，有看到吗？看那个，咱们这样转可以看到风景和我们。
我们在公园玩，我是兔里。请说你给你自己起个艺名，你是谁？我是小兔里。我是大兔里。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长得像不像，你觉得我们两个长得像？你觉得我们长得像吗？不像。我外甥女是个话痨，话痨的，对，好漂亮哎！这是不是适合唱《荷塘月色》？你要唱吗？你会不会唱？会，你唱，唱一曲。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皎白月光，找一找前面哪边有斑马线呀？哎，自己不可以走啊！好，在那等我。接待团第三天，昨天呢，因为晚上都是一些 vlog 里舞过的东西，就是夫子庙啊、莲湖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大家在我视频里都见过的地方，我就没有拍。然后今天呢，是我独自从事旅游行业的一天，因为我老公今天有事要在家，然后我独自带他们出去玩，今天可能也不会怎么拍，我就跟大家简述一下吧。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南博，南京博物院，我觉得来南京的话非常值得一看。它呢不要门票，是免费的，但是你需要带身份证。那边因为不让带自拍杆，不让带云台，所以我到那边就不会怎么拍，大家到时候自己去领略吧。那么我就出发了，在出发前得在家里留守有工作的大宝宝做一顿香喷喷的午餐。这是给我老公麻辣螺蛳粉光辣油就加这么多，奇辣无比。因为我想今天我在外面吃就会长胖，所以他在家里也不能变瘦。My next mistake, love's a game, wanna play. New money, suit and tie, I can read you like a magazine. Ain't it funny, rumors lie, and I know you heard about me. So hey, let's be friends, I'm dying to see how this one ends. Grab your passport and my hand, I can make the bad guys good for a weekend.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Dressed like a daydream.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 down in flames. You can tell me when it's over.
love if it's torture. Don't say I didn't, say I didn't warn ya. Boys only want love if it's torture. Don't say I didn't, say I didn't warn ya. So it's gonna be forever.整个涣散的眼睛透露出涣散的灵魂，现在我的头巨疼。我来给大家说说，看完那些表演，吃完这些饭以后我经历了什么。我们从商场出来，当时在下大雨，然后呢从商场出去，出那个扫停车牌的牌杆的时候，车就已经出不去了，水当时就已经到大腿中间了，然后车出去我感觉车就要雾在里面，我就把商场几个出口徘徊以后找了一个水浅的出去，出去以后各种路不是堵死堵车堵死，就是水深到大腿，感觉要从车门灌进来了，好恐怖。然后五公里的路，我去接我老公只需要自己开五公里，我开了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不是在堵车就是在开船，好恐怖，我的精神压力好大，我好害怕把车开坏，而且就一边在这边开，一边旁边就一直不停的有车雾在里面，像我开的是轿车，还有一些 SUV 都雾在里面了，而且我旁边的一个车喇叭还哑了，特别恐怖，路过有公交车都泡坏了。总而言之，可能今天去的那边下雨以后会积水吧，好吓人，好危险，我现在这半个头巨疼无比。希望明天起来又是美好的一天，今天噩梦般的回忆很快就会过去的，再见。 Hello， 今天呢我姐他们一家三口去溧阳那边泡温泉玩水世界了，然后我们在家自己做了点吃的给大家看一看，然后看着电影，好久没看，觉得下雨天特别适合看恐怖片嘛，好久没有看这个电影了，然后调出来看看。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们看的就是咒怨。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吃什么。这是一个炒饭，上面有一片香肠，就是外面买了三个烧饼，这个是咸的，这个是甜的，这家特别好吃。然后一个榴莲是我冰过的，然后当当当当，一大盆臭臭螺蛳粉，啊，我们就要看剧吃好吃的啦，耶！ Hello， 大家，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先收拾房间，再做好吃的饭，再遛狗，然后晚上去接我姐他们，带他们玩耍一下。首先给大家看看我收拾房间的过程，我一般喜欢第一步把床先叠整齐，这样有一个起床的仪式感，然后有一些衣服就可以在床上整理，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先给大家小小的看一下整理前的房间，好，直接跳到整理后了，当当，收拾好啦，收拾好了都过来了一条小狗，这是刚刚在网上订的食材，现在我就去把它们变成饭菜。哒哒，这是我和的面，特别喜欢拍它。然后我今天要做新疆辣条子，这是菜，韭菜拌面，大家有吃过吗？超好吃，做起来比较累，不过很好吃。现在我就要把这个面要醒好，就是放上油把它擀平，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把这个炒好，辣辣的久久的味道特别好吃，要做了。你最近都把我给喂胖了。那我今天不喂了，这个放着明天吃，你今天减肥。那喂胖了怎么办？那你今天中午吃不吃？吃。那我们就要把它变成熟的饭啦。果果的饭也没了，我买了给他做饭的食材是胡萝卜，然后这家可以直接切好切成胡萝卜丝，这是玉米粉，这是玉米，就是粗一些的玉米粉，就是他再打一打就成他的，这两种掺着会比较好。然后这是红薯，它可以帮我们切成片削好皮，我到时候再切成丁还有胡萝卜。然后这是鸡肝，它们混合在一起就是果果爱吃的香甜营养饭。开了几朵大菊花，这不是菊花，橘色的大花，
你们误会了，给我配上字幕。这次终于拍到像只会飞的乌龟啦。这个莲花好漂亮，开得好像假花。我们发现了一丛野生天然木耳。我们从小下院子探险队就特别擅长发现这些。树上的桃子熟了，地下掉了好多桃子，都浪费了。可以吃吗？可以捡个桃子吃吗？它是硬的，没有打虫。我打算捡回去尝一尝。好多啊，把树都压弯了。我还发现了我经常上网买的桃胶，它们新鲜的时候，不就是这个吗？这个是仙桃胶啊，看，咣咣的，地下有好多啊。我们探险队又发现了树上长了蘑菇，我想摸一摸。哦，这个好硬好硬，是超硬蘑菇。看这条遛好的狗一进门就要问人要吃的，你干什么？果不其然，给他买了这么多，本来是这个的两倍，才几天就吃了将近一半。那再给他一个吧。啊！被抢夺走路，本来还想装个逼让他给我谢谢。这是我们今天的菜，炒韭菜，然后拌面，这是面，锅里其实还有面了，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续盘。疯狂分泌唾液中。吃到这一口时就觉得一切辛苦都值了。回家啦，有一个小狗狗，它又搬垃圾桶啦。刚刚取回来一个包裹，好像又是我姐他们寄来的东西。然后打开看一下，东西还好着吗？它这个好像是通过顺丰买的，就是哦，侧面都有水。看看，有好像如果它坏了的话是可以赔的。大圣归来，蟠桃。哎呀，我刚是不是卡了大圣？不是故意的，他刚好像箱子外面有点流水，希望他没有事吧。我整理好啦，他们是好桃子，他们有轻伤的我已经挑出去了，他们是重伤到死亡这个部分的，那就拜拜了。洗澡前的特例，拜拜。
Hello， 这里是一个洗完澡的本我，现在感觉整个人特别的清爽，头轻了三分之一。现在我要看特里的视频了，拜拜，祝大家晚安。Red hair just like me. Stop crying, stop calling. Can't you see that I have stopped falling? We were good at faking forever. I get it, whatever. Am I gonna miss you? Hey, I know. Baby, watch me up and go.Take him back, I said, hell no, oh hell no. I get it, whatever. Straight up, don't blame you. You're not the cash and I'm not the jewel. Never be the one to make you better, whatever.Lately I've been thinking